件很好看，这一件真的超美的，而且像那个我们这边是有做那个腰身的设计，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再绑紧一点，超仙气。对，而且它的颜色很好看，它是那种香槟性的颜色。哎，它有光泽哎。对，它是有微光泽那种，很有质感，真的很有质感。然后它前面还有附这两条带子，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它是比较长的，然后你们要剪短的话也可以自己剪。也可以绑胸前，对，我觉得绑胸前对，也可以绑胸前，也很好看，有点小颈链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边一样，还是有做，我们是有做那个打折，所以感觉会很瘦，很有气质。对，这一件超级美，然后是蓬袖的，而且它那个袖子这边我们是有做松紧的，所以是可以拉往上拉的，就你们还可以这样子往上，对，往上拉，比较利落一点点，对，这样的感觉，像这样也可以。对，而且我自己是很喜欢，就是这边就感觉会很瘦，这边露出这边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我们这里就是又做那种打折线，让你就是会感觉更就是肩的地方会比较修饰。这件的颜色真的好好看，对，香槟系这种颜色就很少见，然后是蓬袖的，没有绑的话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比较宽松，对。然后绑紧绑上面都可以，这一件那时候还没开卖就已经先抢，也是天丝棉的内搭，天丝棉的内搭。对，像现在是没有穿那个扣耳，我把它就是往上绑一点的话也很好看。它里面附的那个颜色我也觉得很有质感，对，红色系的，红色系的可以调。对，这个都可以调整肩带的哦，所以娇小女生或是高个子的话都可以，因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身形去调整。然后它就是那种合身，然后不会紧身的，所以这一件的话，我觉得当睡衣或者是外穿的话都 OK。对，而且长度的话也刚好。对啊。这样好发式哦，对，像这样也可以，就很不同感觉。哎，像你们也可以这样配，就配其他的洋装，两个颜色搭起来也很好看。对，因为它其实有微光泽，所以它其实看起来更有质感，都可以配外罩。对，像这样也会很好看，就是像那种稍微露出来的那种感觉也超美的，外罩真的是必买。这样看，这样也很好看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一件搭西裤也会很好看。所以外罩衫这一件罩衫羊，你们一样可以搭西裤哦，搭西裤我觉得也超美的。对，像这样子配超美，你们就可以自己再绑个腰身。